演员啊，在你们的演艺路程当中，其实有遇到很不错的蜕变的过程，当然很辛苦。像小薰，你从黑社会到了现在，其实演技有目共睹，这中间的转换，你会不会觉得很辛苦？确实是还蛮辛苦，因为其实人家对我的印象都是综艺节目，然后再来是偶像，再来是歌手，那就想说哦，找他演戏。不外乎就是，家里面很有钱的，不外乎就是一个很坏的，可是都想不到说，哎，其实我还可以演的，可以再更好。所以我记得有一年，就是我怎么去试镜，怎么试都没有上。那落差会不会很大？因为从美眉，然后到偶像，大家捧着你，对，保护着你。天哪，哎呦，回忆啊，就。那时候就想说，哎，怎么以前试什么镜都会上，然后到那个时候试什么镜都没有上？有时候就会想说，是我太胖吗？还是我真的不会演戏？还是我就算了？可是我觉得人往往就会这样子，就是当你真的想放弃的时候，那个门又开了，然后那一扇门开就是。找我演《我做了一个情人》，然后就入围了金钟奖。我其实很惊讶，我怎么会入围？因为我不觉得我在那一部戏里面演得算好的。嗯，后辈聊完之后呢，这个曾经万人空巷，真的天团挤爆西门町，我的天哪！多少的回忆杀少女的这个追捧的张淑蔚。哎，对，他突然这样子，这个退回来。他刚刚讲的跟我心里面的那个好像，但是你又是他的前辈，你是更早，也没有早多久啊，早个一两年而已、啊，五年吧，一两年而已啦、啊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Energy 也是一代少女追逐的，对耶，对，男偶像跟女偶像又不一样，因为女粉丝在追逐男偶像的过程当中是更外放。更热情，对，是比较疯狂。女孩子尤其那时候，他们很喜欢你的时候，他们就是会有一些很疯狂的举动，就是很爱慕你这样。那时候让你印象深刻最很疯狂的外套被偷吗？这个还算小的小 case 好不好？还有签唱会那个水杯，你只要喝过，通常就被拿走了，拿去喝掉或是干嘛，我也不知道。嗯，哇，最印象深刻应该是那时候我们跑那时候很流行校园演唱会嘛。那通常我们保姆车不可能开到舞台，因为校园它有时候你要停比较远的地方。然后那时候我们五个人，我记得就反正我们结束要回到保姆车，大概就两三百公尺的距离吧。那旁边一堆人啊，这不夸张，几百人这样。然后我们那宣传没办法，没辙，因为没有挡不住，你知道？他叫我们五个人往不同方向冲，真的冲，然后我们就冲，然后我们左右手大概就三四十个人抓你这样。我要笑死啊！真的，我们要冲去哪？散开，然后再回去。就是这个应该叫什么战术嘛？反正就是你跑诱敌战术，对对，至少不要这样，至少还可以有两三个可以回去。三个，五个冲，有一个人后面完全没有人跟，不是很难过？对啊，是真的。对啊，那真的那不然是谁？我们不要问谁没有跟好了，谁都会被包围到无法脱身。对，那很有趣啊，那时候那个过程。好荒谬的经验哦。原来，这是一种诱敌战术，就是我们先坐到这边哈，然后我们就五个分散往那边跑。对，然后就大家看谁就可以到终点。所以当时在跑那个时候，心中也是有演员梦嘛，像小薰这么早的时候，我还没有那时候其实就很专心在歌唱这一块，反而是团体解散之后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是客家人的关系，所以我接触了客家电视台的戏剧，然后从那时候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好像喜欢这个工作，对，然后慢慢，然后不同的，其实我什么戏种都拍过了嘛，电视剧、本土剧。偶像剧、电影、短片什么的，接触不一样的东西，然后才累积到现在这样。